街舞评审而特意现身台北的韩国组合 SHINee 8月30日下午短暂的亮相记者会后，在晚上正式掀起一股寒流。一出场就为台下的上千名粉丝送上了一段热舞的 SHINee， 歌声几乎被尖叫声淹没，人气锐不可当，也让主持人陈亦如的魅力完全被掩盖。事后五个大男孩就立刻摆出严肃表情，在最终获得冠军的八人女子组合登台热舞时， SHINee 几人更是不时交头接耳，心中天平已为八位少女倾倒。而这八位台湾少女间的偶像自然也是毫不客气，在接受 SHINee 颁奖后果断转身强暴偶像，让台下男友偶像近距离接触的粉丝们醋意顿生，尖叫声震耳欲聋。